我还在吃饭。我来了。等级任务，我说200啊、哦！我175的还没打、啊，最近都在陪他们打。嗯哼。你要打吗？还是我自己打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有票拿哎、欸。那个票，那个调查票机耶、欸。票机耶、欸。掠夺族清真古虫。哎、欸，生。升猫好感度的方法是折一只大师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师怎样？升那个野猫啊，就是德特尔族的。嘿，就折一只大家出去打魔物，对不对？不用啊，你配个广域化，跟那个啊，结石，狂吃。嗯，就是你先去，你现在照我的方法做。就是你身上先有一套广域化之后，对，啊，你现在有那个吗？猫的那个什么狼烟？有啊，我有救援狼烟啊。那你就是先用狼烟把一个伙伴叫过来，然后就正常吃青菇或是回复药或大回复药是三种，随便一个。我，对，你就吃一个之后，跟你的 iPhone 说那个调查结束。然后就会看到他加了，然后再吃一个，然后再一样，以此类推。他、啊、吃一次只会加一次，不能一直吃哦。不能吃啊，很快的啦。吃你吃一次等于是一场的经验了啦。哦。嗯。你就吃一次，然后就是回报调查，然后出来再吃一次回报调查。好。我那时候是没有那个。没有驯哎，轰龙还是驯龙的那个满足感极易，对啊，就是轰吼啊。嘿啊，我大概青菇就吃了，哎，不算满足感哦，大概15个就够了，就可以满了。哦，好，我现在来做食，安，很快啦，真的超快，大概。10分钟就一个吧，就满等了。哦，对啊。我还在想说，那个人怎么买？啊，你通龙的三件你会配哪三件？就是你的服装。我现在吗？对啊。我看一下。通吼头一定要嘛？头是攻二一个手。哎、欸，搞不好不是哦，等一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。我记得我只都塞那个，抱歉，我看一下，更变装备。哦，有哎、欸，精英轰龙头，精英轰龙铠甲，精英轰龙腰甲。我不是轰吼哎、欸，哦，都是轰龙。对啊，轰吼比较好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现在看轰龙头是耳塞，轰吼是直接给你一个满足感啊。对啊。我不知道看你需要哪个，看你是需要耳塞还是需要满足感啊？哦，我是需要耳塞啊。对啊，那就耳塞比较好啊。对啊，然后所以你是三件轰龙的头手脚嘛？哼、嗯。然后跟他带着头身腰。哦，头身腰。哼、嗯，脚手跟脚是黑带，因为我是要黑带的那个，我忘记是啥小，现在看不到。哦，头身体跟腰都背，就只有轰龙的。胸甲是阿法，其他都贝塔。好，胸甲。那时候就是、哦、就是在看那个啊，耳塞、广域跟龙好，还是快吃忘了？欸、不是快吃，应该是龙好。快吃我是带护士。好，晚上好。
金叉鳙妖也是贝塔吗？对，随便做啊，反正只是要给小猫吃的。因为到时候也可以玩玩补的时候也可以用啊，看你玩的很棒，用一下你这套。那你的护食会配什么？快吃护食啊。OK。哪里？这里吗？嗯？真正的血染壁。安娜是什么？安安吗？那你的主要技能除了耳塞、广域、快吃、那个体力恢复还有什么？我去看一下哦。好。安安呢？安安呢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那个保健食品真的不能在睡前吃，这两天都睡前吃，对啊，睡不着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有一点点用哎、欸。
有啊，因为有 B 群啊 ，B 群会提神啊。我一直以为那时候是假的。没有啦，是真的啦。我以为嘛，我要，我主要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地质学？好，可以哈。地质学可以，很可以。那个我贴给你看，这是平时跟人出去打的。谢谢你。嗨，猎魂，猎人集会区。嗨，嗨嗨。难得开麦没有叭叭叭叭，准备要了，他进房间了，准备要了，准备了，可以叫他吹那个吗？叭啦叭叭叭叭叭啦啦，不是那个吗？叭叭哒啦啦啦啦哒啦哒啦啦啦哒哒哒，这很闪呐，就最下面那一格一格一格的，就有点啊咋。反正会配痛击之类的吗？痛击没有地方，没有格子塞啦。没关系，那我来看一下我要怎么用。对啊，就一定要一个耐冲嘛，一个步区啊，一个地质学啊。地质学步你就两套嘛，一个是那个啊，巨魔用啊。对啊，地质学重要的是。啊，我是放弃，我是直接在锤子上面附地质学。塞一颗地质学在石头那个锤子上，就无后患。无后患。This 道具箱。安安 ，T I O N G， 安安，叶子鱼，安安。雨婷安安，祖祖安，萱萱，你笑笑笑笑什么笑？交换，这个不要，这个这个没人要了，这个滋养萃取液。我用石头砸中粉红龙，骑着它到密玉广场，想做了蜜汁，睡了午觉。看见过什么？广场。晚上好，蜜汁广场。然后去看什么猫的大型吸引那些啊，
好像就真的只是吸大只的，等一下，急躁蜻蜓，就是可能会比较大的出现。对啊，那其实还不错啊，如果你有心要刷大小蜓的话啦。哎咻。龙好山是不是只多一个风茄呢？可吃？风茄跟鬼爆炸菇，鬼爆炸菇抢走药，抢走嘛？嘿，那还是山好了，抢走蛮重要的。对啊，风茄很重要，风茄就保自己嘛。嗯。可恶。再一次的看攻略，看到迷路。在哪儿？这里。东山回山谷，有准备。这里，这里。这里。速度型打击虫速攻跟速率差在哪里啊？攻击力吗？速度型，我在想是它来回的速度，因为我那时候有配一套啊。嗯。因为那时候实际打起来是伤害，比如说平时打不是说八五八五或八十八十。嗯。那时候打完攻击是六五六七这样子。啊，然后我也没有觉得它咬得比较快。对啊。所以那天有跟，所以你们平常又是用体力打击的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你是用哪一个？我说猎虫啊，我想要游玩来玩一下猎虫。好，我去看。我看你们，你跟奈斯在那边晕很爽的那一只是哪一只？其实也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主要也是我垂直晕，那时候是垂直晕比较多。垂直一定急晕还是比虫高啊，只是虫在后面。可是。用接近怪还蛮爽的。可是你像你看啊、喔，就是像那时候就像打冰咒龙跟钢龙好了，他、啊、左坏右坏根本瞄不到头啊。对啦。是啦，看你啦，是蛮好玩的啦。我垂直还是有升啊。嗯。聂龙锤还蛮棒的，我也有升上去。现在垂直哪个比较强啊？聂龙啊。对啊，就只有聂龙嘛，我看来看去，聂龙真的很棒。那个麻痹510的那个大胸二锤，你会用吗？我已经升上去了、欸。然后这看起来也很棒。装备。大胸二的任务。我要。我麻痹升到540。哇。那剩多、欸。然后睡眠到530。哎、啊，你刚问我什么？哦，虫子哦，我要。对啊。威力打击虫就是第一个的分类，威力打击虫攻速，
对啊，它就是一个是蓝色的独角仙。然后就是力量，火属20等，力量16，速度14，回复7。嗯。白痴，我每次都进帐篷，然后没有整理包包。问一下有谁？空余安安、海康安安、等你弄好啊，我们再数数妹。好，我用好了，我存起来就可以了。好。不洗澡。猎场兄弟策划长。巨魔捕食，哇！而且如果用龙属性的那个棍的话，还多四等洞啊。武器攻击力会影响猎虫的攻击吗？不会，所以我们是做那个水属性的。啊，有差啊。嗯。那个是增加猎虫属性攻击的。哦，就明波。对，明波的那一把，水流什么鬼的，二。水蛇奥秘。猎虫气力发动。就是为他、是明波吗？好像不是呢、欸。不是吗？你说有什么二？明波的没有二啊，他就是水蛇奥秘啊。你喜欢用大刀，很好啊。我喜欢用大锤，我看一下、喔、哦。我看到是不是这个细弧长刀二？哎、欸，对。哦，就只是普通水属性。主要是它的有两个洞，可以塞宝珠。做了。啊、再加虫属性打击伤害。碎，咬鱼的大须，完美。对。可是大须啊。之后再来打咬鱼。看，没钱升级。你怎么那么穷啊？我原本1000多万，我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！有什么禁足？你是要打教主打成禁足哦？被禁足是不是啊？明波龙带有水气的足迹，太好笑了吧！交易东西得到这个，带有水气的足迹，对啊，足迹怎么给啊？超屌哎、欸！有办法，来打那个任务吧。嗯，剩下的做我之后再去做。好像是要打一头钢龙跟另外一只什么？你是不是只打鹰啊？注音第一个字那个字首。
钢龙跟丝套。哦耶！对啊，很多都按第一个啊，按到最后都不知道打什么鬼啊。懒人，我都会乖乖全部打完哎、欸，那都被嫌说打太慢了吧你。我反而是手机可以没有，电脑不可以没有的。我是老人。想受蚕族他们这块鱼肉到底是多大只的鱼才有啊？什么鱼？受蚕族啊！你要看我的台，我给你看。这个超肥大的鱼。有看到吗？我的画面还在，你在那个选东西。我看到了，好大！受蚕族面包，这是海龙种了吧？爆头！啊！你要打啥？我接了。你接了哈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慢慢来。我要跑去录珊瑚了。慢慢来。我记得他们也很喜欢星辰肉干呢、啊。最近吃太多肉干了，不想吃。没有，最近都给他们吃。哇，麻痹陷阱。这么会吃就对了。白干儿，好了，我出来了。不对了，我发现，嘿、hey ，我们不在你的集会所。你是嘞？我去。奈斯跟猎魂都在这边。我去。我没发现他们两个出现哎、欸。我去。刚才打四个人都能打到了。我去。什么？那是跟猎魂你要打什么吗？对吧？你们有缺什么吗？没有的话，就去你们的巨魔之地打力战王啊，威力战王力战古龙。我要完结才能打，我在配装。哦。那是配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是刚好在配装。哇。好啦，那你们先配，那我先打这个。完美。首先移动到别人的集会区域，结果被排挤。是哦，我忘记已经有开了，我先进来这边配装。不是哦，是他们两个跑去找你哦。究竟是什么问题呢？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更换道具，更换装备。我觉得我也可以重新弄，珠子应该有刷到。新的那一套房子吗？对啊，可是啊，我这套是动不了的啦，因为珠子刚好都塞，不能动了。哦，我有多配出一个回避性能三呢，我把它配到三。你是牺牲掉哪一个啊？我都有啊，都有牺牲。没有啊，我你的上面我应该有的我都有，我就是准备跟龙好达人换龙好回避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没有达人，然后我、欸、好像可以。我当时啊，龙好达人是我第一个四级的龙好族啦。哦 ，OK。但我没有看破，然后我没有准备，我其他都有。耐充准备吗？我是耐充。我说我的耐充准备，你换成耐充回避是不是？好像是哦。我有吗？我没有耐充回避。没有诶、欸，我没耐充回避。狗哦，你也太强了吧！哎、欸，我也没有耐充回避。哎、啊，你是耐充什么？我不对，我没塞耐充哎、欸。我想说应该不会被打到。嗯。你一个拿锤子都不塞耐充。是啊，我是拿虫棍啊。哦，可以。重新储存，更变装备，神奇士。哎、欸，那也还好，还是可以啊。把一个四等洞换成耐充，然后把有爱珠塞在一个二等洞就可以了。那这样还是没有变啊，就少一等攻击而已。反正攻击才三，没有差。哎、欸，还是我可以改体力啊！对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没有体力。对啊，这套缺点就是没有体力。对啊，耐充体力啊！哎呦哎、欸，龙好。装备，哦，大型吸引是大金的环境生物，小型吸引是小金的环境生物。不是冰原才有的饭吗？对啊，大小型。更换装备，耐充准备，体力，体力，体力。体力耐充，
你用什么打？我是用散弹。好。我要怎么打？都行，爽就好。爽。对，一定要爽。你在我这得死。我在挖矿得死。哦，五颗尖凯玉得死。哇，我最多也才挖十颗哎。上次节操也挖五个，我第一次挖到五个，好爽。赛尔人启动。到了下来，好，等一下，下来人，还在那逼声。